张床，然后这一区就是水果，然后这里这一区就是一些水啊、饮料什么的。书桌，原本我是想要把我的零食都放出来，可是因为我还要就是上课什么的，然后就觉得太乱了。然后我刚上完课，然后过来这边就是床，然后介绍了两只娃娃。哎呦，这个是那个入住须知，热的食品是不能送的，但是可以快递，就比如说什么文件的。他那时候说，如果水不够的话，就要自己订。没错，然后这个就是第十三天的时候要填的，然后一些入住须知。水斗是什么？和清道与水斗，水斗是什么 ？OK， 然后这里就是防疫小区。好，然后过来这里就是浴室区，就是我入住的时候他说给我惊喜大礼。上海药皂生活补给包，这是漱口杯，然后这是那个热敷袋，然后呢，因为我就有喜欢固定的洗发精牌子，所以我就自己装一点放在这里，然后还有就是洗碗巾，然后走过来这边就是淋浴间，就自己带了浴室拖，然后走进来就发现，没错，我自己带的润丝。阿姨晚上的时候会进来收，然后来消毒什么什么的。你好，把家收垃圾。好。有没有那矿泉水瓶子什么？就是你那个，对，啊，下一次有了直接就放这里边就行了啊。韩剧配孔雀饼干，再配杯咖啡，还有梨子。我今天要来开箱台积会办的台生研习营，这个就是给去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的一个活动，然后因为今年是线上的，所以老师就是会寄一些这些小物，有一个幸福列车卷，然后多功能气囊支架，手工皂，跟一包口罩，口罩换口罩，还有旅行实用手册，附录就学手册。现在6点晚餐时间，然后呢，快递会每天晚上6点送晚餐的时候一起送来。是我阿姨从大连帮我寄来的点心，哇！我打开了，里面有绿豆糕、蛋糕系列，哇！这一盒是
一条吐司，然后饼干。深夜吃播，吃播，等到上海之后，它定位就变成在上海了。小红书上面全部都是上海的美食，我真的超想去吃的。还有那个，我看到那个新疆冰淇淋，感觉超酷。我现在要换房间了。因为今天一直跳电，然后结果刚冷气居然坏掉了。最后一餐，终于，14天要过完了。